这边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就是说，咱那个鼻音间，我感觉味儿是碰。 不知道他睁着还是闭着，根本看不到眼睛俩人。他是叫什么？他叫啥名字？ 长得像不像你？嗯。他把你放进你的什么？你把他的什么背上？是吧？ 熊猫，这熊猫叫啥名字呀？我也不知道。一般的，我给你说一个看一下吧，这个太难了，还没一样。妈妈再给你找个看吧。你这样指着，我大熊猫指着让妈妈给你找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看看妈妈。 看大熊猫指住，我再指一下大熊猫，然后指住，你没指住，咬吧，大熊猫。走走走。
这个熊猫眼睛是睁着的，它是睁着的，吃的时候肯定睁着的。哦，它吃的时候会闭着的。对呀、啊。啊，闭着吃啊？是怎么吃的？对，有些熊猫它生活中都是把嘴都抓着的。这个竹子和那边竹子两样吗？这么吃的？有些熊猫是吃笋，哎，那边是笋的。它每个熊猫的话，饲养员给它配的时间不一样。哦，那就是跟我有这么大的，你可真是太，太老了。这怎么好了，辛苦一点了。哎，不好意思。那水也有。那吃什么？有点死了。它的拍脚，哦，不是，它是洗脚，它把它洗去。你看脚在动。
你再关嘛。